著名编剧YuZheng近日发文谈与吴谨言相识的过程，坦言他太美了，遇到谨言的时候他还很小，在微博上给他留了言，结果他的经纪约签出去了，这一错失就是五年整。再相遇也是缘分，依旧看好他。彼时筹备延禧攻略，但嫌他美，嫌他不够瘦，我希望的逆袭是枯瘦如柴，没有美貌特征的聪明女孩，凭实力一点点站起来的故事，想给天下所有平凡的女孩一点鼓励。她为了这个角色把自己变成了魏璎珞，之后很多年都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原因没有恢复过来。去年我让她停下一切工作休养，顺便上表演课，挑挑好剧本。如今她又恢复到了我第一次见她的样子。我相信上天会眷顾努力自信的女孩。